那个小伙子。哎，这小孩子呢？肚子又大。就那嘞，对。我就是那家伙去，那忘了。活的嘞，啊，还有活的，这是背出来了，啊，背出来了。菠萝有点沉了，老李也知道这个，这驴怀着驴了，小怀着。坏了，哎，这不吃看见了，呀，好，给他上，给他上这儿吧，给他上信号吧，给他上信号，别找着冒犯啊。对，别上鼻子。张老师，才切了两三回了，还嘴角上呢。嗯，没事，能吧？才切了两三回了。啊，切过两三。这么三幺二呢吗？八千五，修蹄子。他们到了账了吧？账，你那是个小金驴啊，那可要。这个肯定得的。你和鼻子就老实了是吧？倒退了。
我给咱上啥了？这个来来来，大伟，大伟，你过去，来来来，发热点了，查了查，烧了命的啊！这老了没事儿，师傅扔了呀。师傅再给你吊上一根儿，招事儿呢你是吧？对，这一烙多好呢。对，这一烙肯定漂亮。老不行，看这纹身肉。对，看着。这个不需要盯着啊，这个不需要盯这也太……哎，先来人，先来人！哎，揍他们！快点，快点，揍！一走一落，你看瘦了，瘦了老二这骨头，瘦了好几十斤，是啊，好几十厘米呢。
不动，你等，你不动，站住！后头立不住，立住了，晕。慢慢的成载体了。慢慢的弄了，这个绿，记得慢慢得了。这锅子的气儿。嗯。别动。别动。这里不用了，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兄弟，给你小酒。立着，好站住，好站住，兄弟。立，手成这样了还动？那你买回来有穿衣，有啥了？有那个嘛，找裤脱去，天天弄。我这大病刚愈合完，有穿衣有干嘛？哎呦我去！硬着点啊！蹄子怎么事儿？哎呀，就是瞎栽。嗯。讲话一栽一栽的。硬，硬，硬来一段，硬来一段来。他头里中着了，是吧，师傅？这兄弟的，这3月卖不了，计划在后家卖2月就差不多了。卖不了。这瘦的不行，这天儿暖和，包装面也不在。他不供物质啊！一会儿你砸了，一看。这就必须得。给你摸立的哎，一边高一边低，真能得劲儿啊！你往下进去是吧？这不用。10公里。好了，好嘞。啥地方？反正就都是让他们出来吧。这，去，走吧，走。这什么？干啥？这。咱俩穿鞋是光脚的，不习惯。不是，这不是给大伙儿，一会儿就习惯了，一会儿就习惯了。一会儿你老妈。Thank you.
扑腾。走两溜一溜，看看没问题。让骑啊，是吧？哎，行了啊，行。这马特别幸运，这马特别幸运，这马特别出来了，抽的不错。老。应该是踩下的呀，啊，应该是踩下的呀，Thank you.
这个宫女见一个爱一个，你看这个种子见一个爱一个，但是遭人气，你看到吗？再唱点吧。女的他妈是咋说啊，卖的这个鞋贵，卖的也不贵的，不是说卖的价格那么高，是吧？硬可这个力啊，硬可。我把这上回上了俩这两棚的俩这的上了，顶着卖完了，对，稍微卖。这个我想把这先卷起来。这个是。放放人不老不很老了，不很老，不很老，还有虚的，还有别的吗？这弟弟走走了，那走了还不贵啊，那没那贵，原来我贵啊，是吧？哦。哎，就在那放里，他都不过来，驴子，又不他那有了瘦驴子胖的，吃大的，吃不着五斤。不是，我这个家里还能挪出地来，就练掉练地啊！哎，小弟吧，这啥都得行了。我这个，这不稳，这不就往圈里了？圈子，啊，圈子里，是吧？看，这个小不小不合适了。不是，慢点，慢点。哪里？我看看，其他出来出毛病了，干啥的？好了，大哥，要真的不行，老王逮了一俩，行，嘿嘿嘿。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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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拿去。鱼。鱼不是。先干先。鱼不动，不动，好嘞。这那头大点啊，你还张不成面了，你手没这么大劲了，那干不成啊。趁咱干不。鱼，鱼，鱼。这得拧鼻子，拧鼻子。没拧着嘞。我没说。我们还要走两步，下山。哎，转头了。哎，回去。对。猫猫看不见了。妈真搞忙了。他妈叫他吃奶去。大马又着急了，看不见孩子，赶紧吧，回去吧，妈妈叫呢，回去吧，妈妈叫呢。又跑了。妈妈呼唤了，听见妈妈叫他回去了，又吃两块奶。又不让吃奶。孩子跑了，看不见了，又跑了，是不是？哎，妈妈一叫就回来了，还是？哎呦！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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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呦！你妈叫你吃饭，赶紧回去。他应该是看到车了，害怕啊。吃饭去了。乱跑！哪了？上哪了？上哪？赶紧回去，妈妈叫你呢。对，回去吧，回去吧，回去，回去找妈妈去去。这不是妈妈在这儿。妈妈一直在叫呢。从这儿，从这儿。往这边过，越走越远。快点儿，还要回去。找不到妈妈了，就是乱跑，到处乱跑。妈妈也呼唤你了。回来了。哎，把你妈妈急死了。就是。哎呀，这个奶压眼睛。又看不见孩子了，又乱跑了。那哪儿的大姐呀？嗯。哪个你？哎呀！这个小马一走开，五马就走了。刚刚满月不听话啊！上到刚刚满月不听话。看不见女儿了，太着急了啊！这是开见面。干啥呀？跟奶谁骑呀？对吧？谁骑的？飞哥，李云振。对对对，是的。一块扒了，胆子险啊！小，他满又出场，阿满又叫了。